作为学生会长，我知道第一要务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但，我偶尔也想关注一下同学们对我的评价。比如，你是怎么看我的？嗯，你可以这么想。虽然正确的问卷模式应该以匿名的方式进行，这是对受访人的基本保护。但我保证不会因为听了你任何的负面评价，而对你这个人有什么看法。 这么说好像不太对。我对你不可能一点看法都没有。我更正措辞，我不会因为你的评价而改变我对你现有的评价。嗯，美术系的学妹，画画很好看，非常善良，也很勇敢。如果我在她心里的形象是正面的，我会有更多的自我认同感。 你这是校园调查问卷吗？我记得明明是我先发起的。你说因为我刚刚的那些话，我在你心中的分数提高了。学妹，我必须提醒你，这种行为是不公正的。虽然，好像没必要在这种时候强调这个。